傅想问一下，我的身上有没有灵性？70年属虎的。有啊，你帮他们背了很多。对。你不是太顺利啊，你身体最近也不好。对。哎，要当心。对。好吗？人我还要，因为不觉得对不起他。对不起他们，也不能这么背法的，把自己背的倒下来，连念经的人都没有了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嗯，明白吗？嗯。嗯。不可，就是有的时候，一个人就是活着的时候要多想到这些，以后死了就不会后悔了嘛。像你这种就是活着的时候没有尽孝呀，死了嘛就觉得对不起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因为就觉得他抛弃我。嗯，所以我就恨他。对呀、啊、所以我要说对不起。嗯，他都听到，他现在在地府是自由的呀，没有你这点小房子他连这个自由都没有，听得懂吗？他没自由啊。自由啊，在地府自由的呀。嗯，好的，好吗？对，好了，自己都保重了啊，你自己念自己念69张小房子。嗯，我自己呀。啊，69啊。身上还有没有打胎的孩子？还有一个。嗯，好的。南莲花呢？22186在天上。好的，好嘞，好嘞，保佑我们这个星期有去西宁，好，做义工，还有其他的所有们，还有义工们能够顺顺利利。嗯，好的，好，好，平安，平安，师傅，保佑成功。啊，再见。